很多人指出王菊是在模仿陈律师，王菊的说法和做法是有问题的，模仿身障人士绝对不恰当。而另外，陈俊翰律师也并不是强迫上台作秀，他是上台在认真发表政见的，他希望推动台湾身障者的权益，是值得被大家尊敬的人物。所以我们也在周三就联系上陈俊翰律师了，并向他道歉，也感谢他愿意既往不咎，而且也愿意在未来与我们多加交流。最后，作为这档节目的导演，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们团队不应该在后制影片的时候只有在前面加上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我应该要反复来回研究来宾的言论肢体动作是否恰当。这是夜夜秀的疏失，我们虚心检讨。虽然大选已经结束了，但是不分区立委名单是有递补的机制，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陈俊翰律师借由民进党内的安排，能够以递补方式进到立法院，为身障者争取更多权益。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那我们还有另一个方式，就是四年后的2028年，大家把票投给对身障者权益付出最努力的民进党，增加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席次，把陈俊翰律师送进立法院。2028年的时候，夜夜秀到时候也会尽全力辅选民进党。是的，虽然今天是本季最后一集录影，但贺龙夜夜秀绝对不会一季就结束。夜夜秀绝对不会被有心人士击倒，我们绝对不会被他人动用媒体出征就黯然把节目收掉。各位观众，四年后我依然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用娱乐来关心社会，用喜剧来讽刺时事。夜夜秀会继续下去，撒泰尔不会妥协。知名脱口秀贺龙夜夜秀日前邀请中国记者王志安上节目，不料对方以不当手势嘲讽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中的陈俊翰律师，掀起轩然大波。制作人霍金、助理主持人欧碧相继道歉后，主持人贺龙28日晚间也发布最新影片，说明他的想法。我还是需要从我的角度来聊一下我的想法。为什么现在才讲？因为现在舆论散布在各个平台，而且在这几天，有些平台变得很奇怪。我的 Facebook 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外国账号按爱心，但撒泰尔并没有请公关公司操作网络贴文，所以最后我选择在这个最多人会看到的地方讲，也就是夜夜秀的台上来讲。首先，夜夜秀的访谈写手会事先提供问题，而回答都是来宾自己提供的，我们不会限制来宾一定要按照访纲走，所以言上的那几句话和动作并不是段子，跟喜剧是无关的。同时，来宾言论也不代表夜夜秀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立场，就如同那支访谈影片一开始有上的那个大字一样。其次，夜夜秀是可以包容各种立场来宾的平台，我们是一档 late night show， 所以各个党派、不同国家的人我们都有邀请，只要愿意诚恳坐下来理性对谈，都有机会能来。我们愿意给予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个舞台上有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不会因为对方立场不同就拒绝沟通。影片上线之后，很多人指出王菊是在模仿陈律师，王菊的说法和做法是有问题的，模仿身障人士绝对不恰当。而另外，陈俊翰律师也并不是强迫上台作秀，他是上台在认真发表政见的，他希望推动台湾身障者的权益，是值得被大家尊敬的人物。所以我们也在周三就联系上陈俊翰律师了，并向他道歉，也感谢他愿意既往不咎，而且也愿意在未来与我们多加交流。最后，作为这档节目的导演，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们团队不应该在后制影片的时候只有在前面加上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我应该要反复来回研究来宾的言论肢体动作是否恰当。这是夜夜秀的疏失，我们虚心检讨。不过这一次的风波也让我们关注到陈俊翰律师。陈俊翰是一个人权律师、会计师、身心障碍权益者，他一出生就罹患了肌肉萎缩症 SMA，
但他无畏身体的局限，刻苦念书。台大毕业后，又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也取得台湾律师考试的榜首。陈律师放弃美国可以健保给付的药物，回到台湾，致力于改善台湾身障者的权益。身障权益在台湾是长期被社会忽视的议题。这一次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很多关于陈律师的背景及理念的讨论。除了了解陈律师的背景之外，我们更应该了解他的理念。所以也想透过这个机会邀请大家共同关注身障者的权益议题。台湾保障身心障碍的制度一直缺乏重视，现在身障者就业、求学都还有很大的困难，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足，健保对于罕病用药的制度不完善，都会让身障者在台湾的生活有很多困难。根据国际公约《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RPD 规定，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对身障者友善、无障碍的环境，目的是让身障者可以享有跟直立人一样的公民权利，不会因为环境的关系让身障者在生活上有阻碍。身障者在社会上应该可以自立自主的生活，这件事在台湾并没有妥善落实，所以未来我们会访问各方专家，再做一集 A 来深入研究这个需要更多人关注的议题。总而言之，虽然大选已经结束了，但是不分区立委名单是有递补的机制，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陈俊翰律师借由民进党内的安排，能够以递补方式进到立法院，为身障者争取更多权益。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那我们还有另一个方式，就是四年后的2028年，大家把票投给对身障者权益付出最努力的民进党，增加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席次，把陈俊翰律师送进立法院。2028年的时候，叶叶秀到时候也会尽全力辅选民进党。是的，虽然今天是本季最后一集录影，但贺龙叶叶秀绝对不会一季就结束。叶叶秀绝对不会被有心人士击倒，我们绝对不会被他人动用媒体出征就黯然把节目收掉。各位观众，四年后我依然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用娱乐来关心社会，用喜剧来讽刺时事。叶叶秀会继续下去，撒泰尔不会妥协。休息一下，马上回来。